OK， 现在我们要去爬那里山。来吧，家人们还没说完呢。昆云山。我怎样爬、啊？猴子都不会爬，我看。来，让我们进入森林啊！对面是那个稻田。OK， 第八件啊，我们到了这个五分钟后的路程。你看很多石头，斜一下，应该有80度啊。要会久哎，误会哦。世界上最大的山洞。哇，几分呀、啊？我老哎，录久啊，兵哦。我老哎，久好听。哇。好听好听，我靠 ，OK OK， 我们还要补上去一个，慢慢爬，哇，这个深，哇，深不见底，喂，买很好哇、哦，我不是讲哭，我讲老鱼木，管你呢，哎呦，15分钟的路程之后，我到了。这个还有一个洞呀，深不见底。然后现在我们是，我爬这样多山里面啊，三名有的爬，难度三名。我万宁全部初学者真的不可以来，你看，原来，你看啊，美是很美啊，美是很美啊。但是啊，爬到我的鸟都不见掉。